雨的时候呢，接雨水哦，下去灌溉哦。因为呢没有水，所以呢就种一些呢不大需要水的农作物哦。啊，梅雨季节他就种萝卜哦，像现在他就种玉米跟花生哦，蔬菜类都不能种哦，种下去哦，半个小时就死掉掉了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沙会烫人啊哦。啊，你个哦，你个嘛无水，啊刮过一层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若种个蔬菜，拢爱挑伊哦。啊，就是种番薯、甲土豆。哦，啊，若无就是种菜头。哦，这三个哦。啊，面积不大，哦，伊个面积拢无大，因为拢无你三个枝头，豆豆啊开枯个。哦，啊，所以讲面积无大，哦，拢种家己食，哦，拢种家己食。